过他应该会之后会有在新进一些，我会新特别的努力。而且他是刚刚从头到尾就是我他讲过最多一次话，所以有点哭，有点乏味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拜托，我是要讲一下那个人生历，让大家认识我。啊，对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的创作啊，因为 OK， 那这首歌呢是在。就是歌名叫做《单身陌生人》。OK。需要多少的勇气才能够向你提起心中的不安定，何时才能停息，还剩下多少的力气面对对手无情的挑衅，毫无预计的袭击，我还有没有力气陌生人，那我唱完之后就换芝芝的。